动作帮我把它打开好不好？看看哪个班级最厉害哦。现场所有同学，把你的荧光棒放下来，手电筒打开，看看同学在哪里。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一天都抱怨天哪，就不该继续讲究。为什么？人要真的去过堕落。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不要哭。今天是第二天的夜晚了，赛过今天晚上，明天就到第三天了。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夜晚，我是你们最喜欢的 DJ， 我叫做 DJ 鸡排。同学双手举高，大声唱出来。被你们的大合唱感动到哭出来了，你们真的很棒。我办过这么长多长的晚会，你们这一间这一届是让我办的最爽的一次了。最后一回合，大家嘴巴张开大声唱啊。除了我们大合唱以外呢，我们一一六班也带来了表演，我们欢迎我们一一六班准备的同学请出列喽。不是一一六班，是一一六班吗？好吧，跟正是一一二，是不是啊？跟正一下，一一二班带来的表演请准备，给我那个一。